声，再搭配上现代的钢琴，还有萨克斯风哦，让大家感受一下什么叫做卡道音。让我们掌声鼓励，欢迎雾雨云的演奏。让我们欢迎我们的卡道音，欢迎我们的古筝老师刘俊德老师，以及我们的欢迎萨克斯风老师谢明月老师，还有我们的新老师李丽婷老师，还有我们的钢琴李世阳老师，为大家带来精彩的雾雨云。
掌声鼓励。谢谢我们的第一首曲目《雾与云》，感受一下自己好像在欣赏一幅中国的水墨画，这种云雾缭绕的感觉为我们今天的管乐嘉年华揭开了序幕。说到我们中国的传统的画法，那接下来也要带给大家更多的中国味。我们要为大家介绍中国民间的曲调变奏，这一首曲子叫做《老六板》，我们一块掌声鼓励来欣赏。
好像是来到我们传统的节庆的氛围，我们把 tempo 再加快一点点咯。那接下来要为大家送上的是我们台湾知名的歌谣 TOO， 很多人都觉得这一首歌曲是北部的童谣，但是其实呢，它的发源地是在细雨不断的金瓜石。在歌词当中你还记得吗？阿公阿嬷为了这个泥鳅要煮咸的还是煮蛋的吵得不可开交，甚至是打破了锅顶，这也表达了我们农民丰富的想象力和乐观逗趣的个性。接下来我们就来欣赏这一首耳熟能详的 TOO， 掌声鼓励。那个我们补充一下，因为其实我们有些曲子可能大家都听过，但其实都被我们改编得很不一样。那接下来这首《天天天》呢，是由我们生李立锦他改编的。然后开始你会听到好像非常有点在模仿一些那种小雨滴滴落，然后中间可能有狂风暴雨，所以它是很不一样的一个版本的《天天天》，大家可以感受一下这个我们的版本的《天天天》。掌声鼓励，我们来感受一下不一样的 TOO。
子啊，可以说是我们全台湾在歌谣界当中描写雨的旋律最历久不衰、长久被人家传颂的名曲。那紧接着呢，为大家再多一点咯，我们要邀请我们的主唱老茂不亚，来自于我们泰雅族的帅哥出场，掌声鼓励。大家好，大家好，好。龙哥是不是过来？哎，这里有泰雅族的吗？哦，有这里。好，那接下来呢，我们要带来一首，这首歌叫做《细水长流》。那这首歌呢，里面隐藏着一首中国的这个民谣，是吗？那待会你们听听看。我先看到有别的族的朋友，你好，我是达彦。那我拿一下鼓架。听说我今天是这个 lead vocal， 就是所谓的主唱，好像应该在中间。这样可以吗？可以清楚啊。好，那我想我们可以开始了。
谢。刚刚那首歌叫《细水长流》。那有人知道刚刚我唱的那首中文歌叫什么吗？有人知道吗？《幽冥地》吗？没有人知道。知道？是不是叫《小河淌水》？哎，那刚听那个歌的歌词，我觉得让我……那歌词是这样吗？你听讲吗？月亮出来亮汪汪，想起我的阿妹在深山。这个阿妹我不知道是不是客家的阿妹，在深山，那让我想起我的故乡就在深山。对，我在想这个人是不是可能有到客家庄跟泰雅族的部落都去走过，所以才写出这样一首歌。好 ，OK， 接下来呢？我们又回到台湾，也是一首童谣啊。刚刚那个听友是南部的，对不对？那现在我们要到北部，这个北部有点北，它在宜兰。有人知道是什么童谣吗？跟山洞有关系啊？知道吗？丢丢当，我知道，听就知道啊。Oh, no.
车经过伊都阿妈伊都丢，哎呦碰坑啊，碰坑的水伊都丢丢，人阿伊都阿妈伊都丢，我伊都提落来呀。火车经过伊都阿妈伊都丢，哎呦碰坑啊，碰坑的水伊都丢丢，人阿伊都阿妈伊都丢，我伊都提落来。就是你可能还蛮常我们会去庙里面听到的一些音乐，可能跟北管都很有关系。然后北管其实就使用了很多的打击乐器，对，然后所以其实是蛮热闹的，蛮庆典，蛮像庆典的一个音乐，对。但是通常这个北管音乐都会有很多的打击，但是你看到我们的乐器其实没有打击，然后也有唢呐，但是我们也没有唢呐，所以我们就是等一下听到可能萨斯风会模仿唢呐的声音这样子。对，然后这首是一种热闹的曲子啦，所以也是跟我们的土地很有关系，可能因为我们就是经常这些声音，其实在我们的环境跟我们生活很有关系，可能就经常听过的。好的，掌声鼓励。
新诠释以美管还有唢呐为常见曲调当中的风入嗦送给大家。